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。我现在在码头，然后准备去一个岛里面。我那里面认识一个朋友，在里面，然后进去找一些好的坑、大坑，准备搞场大的。然后先进去找一下，放一下饵料，期待这次进岛有好的收获。在候船厅里面等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现在准备站船了，哦，好多人了。现在到船这边准备登船了，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海岛的生活。真没远，再看一下，等下由他走。哎，下了门，大家快看，我们现在叫阿展，我拍出他糗的一面，坐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，出来了，终于爆发了，吐。哎，基本差不多，快靠岸了。靠岸，靠岸，下船，下船。终于考完，我说的累死掉，这么多人，现在在这边等我朋友过来接我。看了个醉啊！看我朋友过来接我，在这边。赶紧站车。大兄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走。走。好。到这边了，到这边了。刚刚路上买了一点水果过来，到我朋友家里面。朋友太热情了，做了很多岛。小木马马的都是。来岛上海鲜就是多。哇，这个是站岛找的第一个坑，这个够大吧？里面石头好多啊。哦，我只能跟岛上的海鲜们说一下。你们完蛋了，大群来了，期待这次进岛有好的收获吧，不然这次真的花的成本挺大的。坑全部看一下，然后差不多明天吧，还是下午过来全部给他放饵料，然后我们开抽。今天对的潮比较低，然后我就和朋友一起出来帮我找坑。我在海上的资源就是丰富，当然海鲜也多吧。哇，这个坑，这个坑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最起码有个300平吧，可以可以，够大。回去准备饵料。对呀、啊，回去准备饵料，阿丹卓回去准备饵料。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500平大坑啊？大不大？里面也挺真的，石头也挺多的。给它备注好了，准备放饵料。哇。今天扫了一天，累死了。然后刚刚在这边扫了这个交流馆，在这边先对付一个晚上。啊，今天扫的外面天都黑了，才刚刚回来没多久，衣服还没去换呢。然后我朋友那边，因为小孩子今天全部放假了嘛，然后家里小孩子挺多的，啊，住在那边也不什么方便，所以就到这边找了个交流馆对付一下。哦，今天找的那底槽的坑都是特漂亮的，然后明天打算搞个大的。今天找了那几个坑，有好几个你们意想不到的坑，哦，那坑都特别漂亮，特别大。准备明天4点左右直播赶海抽准坑啊！家人们要记得过来捧场，家人们一直叫我说，抽准坑直播，明天开始我抽准坑直播去，然后家人们关注我大全。明天下午4点直播抽取坑，不见不散，拜拜，明天见。